我说地上，你睡床。这多不合适啊！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电视剧里边的男主角不都睡地上吗？那我帮你铺吧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。能给我一枕头吗？哦，好。好。这对腰椎还好。睡。我觉得你还是把那衣服给脱了吧。床上太难受。是啊。睡觉。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晚安。晚安。